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86页，从第一行看起。啊，念老的注解自然严整，一直到无有忧失这些大段，其中菩萨种种妙德，皆因摄得其中而自然成就。摄得其中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学佛，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想法、看法、做法都偏了，偏了还可以原谅，如果走邪道了，那就不能原谅了。有没有偏邪呢？偏邪的人很多，所以诸位同修们一定要细心观察，他讲可以听，有不少我们的同学在讲经把录像带寄给我，给我看，我看了很欢喜，有时候也赞叹几句，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以后有人告诉我，他所行的、所表演在现在外面的跟他讲的不一样，这就是他没有能够得其中不是偏了就是邪了。所以诸位观察到偏邪，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他讲经可以听，他的行为不可以去。不少啊，早年我还常常回顾每一次到北京我都去拜访宗教局叶局长对待我很好，他就告诉我
这是法师，国内有不少，你们佛教界里面，在家出家都有。啊，打着你的旗号，为非作歹，做很多错事，他这个你都不知道啊。我说我真不知道，不是假的，在这个我们宗教局来处理。我说谢谢你啊，所以今天说法的人跟过去不一样啊。古时候真有修行啊，不但你会讲啊，你讲的像个样子，你要有修行证据拿出来，人家才相信你啊。现在会讲的人很多，真正能够做到的，不要说别的吧，三规五戒都做不到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会讲，他做不到啊！无戒实现，那就更不必说了。讲的跟做的完全是两回事情，这很可怕啊！希望同学们要多多留意，发现他讲的跟他所做的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啊？真正学佛的人对他讲的不必赞叹了，到此为止不再赞叹了，你仔细听，没有人继续再赞叹他，他讲的东西与经教相应，可以听，你要不想听也可以回家去读经，看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好啊，啊，不去听，他这个道场慢慢听的人少了，觉悟的人多了，他就会反省，他就会忏悔，回头是岸。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好啊。所以我们学习无量寿经，这是第十四次啊，我讲这部经，前面十次我是用李老师没注讲的，讲过十遍啊，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注解我讲了，这一次是第四遍，注意看到第四回，第四回的讲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着重在解释经文啊，这一次着重在修行，我们怎么落实啊？所以时间拉长了，你看这一遍呢讲了三年了啊，前面三遍都是一年完成的啊，标准的时间大概是1200个小时啊，过去用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完啊，现在年岁大了啊，大家也很爱护我，怜悯我啊，要求我讲2个小时啊，养养身体，我也接受了啊，所以我们这一遍呢，今年是第四年啊，
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学了经教不能落实，不能变成自己的见解、思想、行为，那是白修了。如果拿这个去骗人，搞自己的名闻利养，那是帮助他造业，这个不好啊。所以同学们自己听这么多遍了啊，应该能够辨别邪正是非得失。那我们有这种能力，就不会受这些偏邪的害处了啊，我们只受益不受害啊。没有人讲，我们都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啊。网络没有时间限制啊，还有不少同学啊做成光碟，光碟的流通，这个随身听的流通都很好啊。一定要变数多多听啊，这个方法非常契合我们现代人的根基，因为现在知识爆炸，我们接触的面很广，多半都是负面的，佛法也不例外啊。正法真的是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可贵啊！我们守住我们的本位，大家在一起学习啊！别人讲的，拿着我的名义，也不要完全相信，因为你会上当，你会受骗啊！我说了也不能算数，这就对了啊！要释迦牟尼佛说了才算数，阿弥陀佛说了才算数。啊，我所赞叹的，大家都要打个问号子，是不是真的？啊，你可以细心去观察，观察觉得他没有遵守三规，没有遵守敬业三福，我们就不要再听他的。啊，再听他的，旧的东西多听几遍有好处，也能要是一心专注，也能开悟。啊，一遍一遍听，十遍没有开悟，二十遍开悟，二十遍没有开悟，三十遍开悟。古人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无量寿经念三千遍？你念三千遍，你就不会上当。为什么？真的假的，你一接触就明白了。啊，经要多读，然后看注解，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把这个注解看三十遍。然后经也不必听，也不注，也不必看，一句佛号念到底，肯定往生。我们这一生修佛大功告成了。啊，这是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啊，菩萨种种妙德了，皆因摄得其中，自然成就啊。这几句话可以解决我们目前许许多多冒充佛教，拿着佛教招牌到处欺骗众生的
给我们做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只要是得其中，自然就成就了。成就什么？菩萨无量智慧，无量妙德。妙德是讲行持。幕后戒语好啊，这念老戒的自然成就啊。啊，这一段释迦牟尼佛说了八个自然，我们接着往下看。严惩啊，自然严惩庄严，正气啊，后面还会说到的，知慎重的威仪，端庄严肃啊！啊，你见到他，自自然然会感到。这个人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敬仰。啊，值得我们向他学习。威仪不那么重要。啊，我们想到去年中元我们举行的祭祖大典，8000多人参加，道场的庄严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感动啊，其中有英国威尔斯大学啊，学校的董事会的主席跟校长休斯校长，还有一位副校长，他们来来观礼，非常受感动。啊，这是什么威仪严惩呢？感动人心啊！校长问我，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办一次这样的活动？我答应了他。啊，今年9月，我们在伦敦做了2场，一场是对学校的。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啊，来学来看，慎重威仪，上这堂课。啊，第二场呢是公开的，对一般的大众都可以来管理。啊。好像有3000-4000人，规模也相当可观。啊，最后一场是在兰比的校区，啊，是对这个威尔斯大学同学们也当作一堂课来上。这刚刚开端，往后大概每一年。欧洲要办祭祖的活动了，学校很难得给悟道法师一个博士学位啊，我赞叹他30多年博士，
佛教应当要回归教育啊，很多这些仪规要配合经典的讲述啊。你比如说讲净土经典，无量寿经讲完之后做一堂三十七年作为归结啊，最后归结到真正修行，真正落实到生活。好啊，有学有习啊，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什么？开悟啊。啊，所以简练端直就是严整庄严正习的内容啊。我们这个七祖大典很值得有个要看的啊，看了没有叫人不起对祖先的这种恭敬啊孝思的念头，把它唤醒。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贤为盗墓，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他。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简简述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啊，不时分散，学习落实啊，也就是守住自己的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的简俗，从内到外端庄正直啊。念老的注解注得好，练是收敛，故简练就是经中所说的耳目口鼻皆当自断，收听摄食，外觉助缘之意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眼见色，这真修行啊！大家要注意啊，怎么个修法？啊，收听摄食啊，收听像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我们这个听没收啊，我们向外攀援啊，外面音乐弹琴的声音啊，我们耳望，不知在向内呀。观音菩萨能成无上道，就是梵文文字性，他不向外跑，不跟着外跑。他往里面去灌，灌什么？能听的是谁？那禅宗的话吗？能见的是谁？他就把这个念头转到这上面去了。
六根，这用两个代表，眼见耳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啊？六根要懂得回头，向内缘，不要向外缘。我教同学，有时候也说，我记得也说的很多，不在少处。啊，这都从《楞严经》上学来的。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观音菩萨用的方法。观音菩萨用什么方法修行，就用这。啊，收听，不是叫你不听。摄施，不是叫你不看，你可以听，你可以看，听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怎么样呢？不要放在心上叫收。啊，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还想多听一遍，这就是不知道收。啊，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被外面境界所动，这是收的意思，舍的意思，也是底下外觉助缘之意，不能把外面的缘放在心上，那就错了。啊，为什么你生烦恼了？你喜欢的放在心上，生贪着的烦恼；不喜欢的放在心上，就人家骂你几句，哎，你放在心上，两三天都消化不了，都是生闷气。啊，这就是你被外面的语言掌握住了，啊，都可以听，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善恶都不放在心上，好啊，啊，这是用什么听？用自信在听，一切法从心相生，记住啊。我们如果要想像菩萨一样，定慧双修，得真实的受用，啊，那就要学。收听摄施，外觉助缘，外面身外观的是鼻舌身意六根呢、啊？六根不向外攀缘，随缘，攀缘是自己想。我今天想看什么，我想听什么，我今天想吃什么，你有想，想从哪里来，贪心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是烦恼啊，跟烦恼挂钩了啊，不喜欢的想排斥，通通是烦恼啊，一定要学会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一根想得清楚，那是自信般若智慧起作用。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动了贪心，想
占有，想控制，那就造业。啊，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起心动念在造业，你经不起外面诱惑，做错事情啊。烦恼轻的人会回头，他知道错了，知道忏悔，回头，这个还能有救。佛菩萨还是摄受他，烦恼重的被牵跑了，没救了，他回不了头了。啊，即使弘法利生，讲经教学，天天增长贪嗔痴，他不增长戒定慧，他还要为自己用一些巧妙的手段来掩饰啊，其实这种掩饰能骗凡人凡夫，不能骗修行人。修行人一看，你一文不值啊！啊，那么有些修行人功夫还没有提升上去，还会受外界的影响，啊，这些赞叹回报，赞叹以为是真的，回报以为是假的，还会受这个影响，而且这种现象很普遍，很麻烦。啊，这怎么办？这需要自己掌握着方向，不能有偏差。一想转念，我学一部经，我听一部经，听到自己有一点悟处之后，我再接触外面。为什么？你有能力辨别它是真它是邪，它是真它是假。没有能力辨别的时候，我们少接触好，少听少闻少接触啊，保护自己，学海贤老和尚。我心目当中观察，海贤是现前的圣人，佛菩萨再来，在今天这一个社会想成就，只有走他这条路，一门深入，他的一门真的是一门，他没有第二门。我们念佛还要听经，他经都不要听了。啊，经也不要念了，咒也不要念了，经也不要听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92年不拐弯呢，师父叫他一直念下去，他是老实、听话、正干。干了92年，自在往生，表演给我们看。好啊！
我们要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是我的榜样。我们今天经教就有一部《无量寿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认真学习啊，学习一定要变成生活啊，变成我们帮助我们工作提升，无论哪一个行业啊，或者是在家，在家帮助我们起家，帮助我们提升工作，帮助我们安定社会，利益无边的，心无二念，就亲近别人好，很好，我赞叹他，别放在心上，别人不好也好啊，我们希望他回头，也不要放在心上啊，决定不要障碍自己的菩提道啊，这就好啊。啊，下面说又断断正直不取正直之意，这我们做人身心都要断正啊，一定要遵守我们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第一个会，我写了一篇缘起，里面提出戒律五窟五个项目，第一个敬业三福，那是大乘佛教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不仅是净宗啊，只要是大乘，不管哪一个宗哪个派，你要想学一定要遵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敬业三福三条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这一条是大乘佛法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啊，你才像个人呢、啊。所以佛法的根基是孝亲尊师啊，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这是中国古时候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尊敬的两个人，父母老师念念不忘，用他做代表啊，摆在第一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连个小蚊虫蚂蚁都不忍心杀害他啊，他来咬我，大方一点呢，就不时供养他一次一顿饭吧。哎呀，是不愿意，被人挥手把他赶走，不能一巴掌把他打死。他没有死罪，
小地方看呐、啊，走路看地上啊，怕有蚂蚁、小昆虫啊，啊，修舍善意，这四句话是佛教人叫人天两道，必须要修学。上品是善升天，中品是善人道，下品是善阿修罗，三善道。这从这里扎根呢？修佛从这学起啊，从这里再提升到第二。第二就学佛了，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第二里头有三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一定要受持三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与戒律相应。圣善是根本戒，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无论在家出家要遵守啊。啊，口业最容易犯的，所以有四句。啊，口业的时候，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四条，意业，不贪，不嗔，不痴，这实际上是根本戒啊。包括在家出家，统统都要遵守啊。没有实际上业道，三规五戒你做不到。所以第一善做到了，你才能接受第二。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榜样。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能够遵守，你说这个社会多好啊！通通具足了，就净业三福都具足了，你多快乐，你多幸福，你的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就这样做到的啊。这一条是小乘，是入佛门。第三福是大乘，是提升，向上提升的，是佛的真实弟子，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什么是菩提心？这三四十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提出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十个字，这就是菩提心。
真诚，用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做人，用真诚心接物，用真诚心学佛，不能用假心，妄心不行啊！啊，妄心是六道轮回心，出不了轮回，啊，不会成就的。啊，我跟大家讲菩提心，讲这十个字，啊，真诚是菩提心的本体，啊，清净、平等。是菩提心的样子像菩提心的像啊，心地清净平等啊，正觉慈悲是菩提心的作用，它能帮助你开悟啊，啊，开悟之后慈悲表现在外面，慈悲，慈悲就是要教化众生。我成就了，希望人人都成就。啊，我达不到的目标，希望别人超过我。我帮助他先成佛。希望他将来是我往生的时候他来帮助我，好啊，不能嫉妒啊，不能障碍啊，嫉妒障碍，障碍别人实际上障碍自己啊，那个问题可大了。所以做人要包容啊，不但要包容，要全心全力帮助人，希望人人都能成就，我自己也沾光了，这成就啊，身心因果，这句话摆在第三，大乘菩萨，我们要不要信因果？净业三福这一句话我搞了好多年才搞明白，为什么我们反复都相信因果报应，菩萨怎么还要叫身心因果，就把我们搞糊涂了啊！大概总是六七年呢，我们才恍然明白了，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的因果菩萨那也不行啊。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看我们有没有相信？没信。为什么不肯念佛？就是不行啊。谁相信？海贤老和尚相信。他真的是发菩提心。发心求生极乐世界就是菩提心，那菩提是觉悟，他真正觉悟了，往生极乐世界真能成佛，而且自己这一生真有把握可以做得到啊，其他的法门不行，不能待业往生，这个法门是待业往生，自己纵然干了无力失握都不怕，只要相信极乐世界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只要信愿持名，个个人都能去，莲池欧耶大师告诉我
看看素朝，看看要解，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因果不是一般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要相信这个，然后读诵大乘，劝进心者。啊，到读诵大乘全是自利，后面这一句自利之后要利他，我在这里再加强一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一生真正成佛就是心愿之明，不念经没关系，不念咒没关系，啊，戒持的不干净也没关系，千万不能障碍别人往生。怎么障碍？他念佛念得好，那你还念念咒啊，还要念经啊，这个还不行啊，不够啊，还要加一些东西进去。这是把人害死了，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为什么？你说这个话是谤佛、谤法、谤僧，那毁谤三宝，无间地狱，你怕不怕？我知道你不怕。为什么你不怕？你糊涂到所以然了。你不知道厉害啊，你不知道邪正啊，自己堕落还带一帮人去堕落，这还得了吗？啊，弘法利生，现在是末法，末法已经到黑暗时代了，这像我们现象看到了，古时候的人讲经说法没有开悟，不能讲经，没资格。大彻大悟，你才能讲经。不是人人都能讲的。啊，著书、注解，也是经论做注解，也是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是到大彻大悟，不能讲经，不能注解。李老师在台中建联社开进修班，他这个班一个星期只上一堂课，这一堂课三个小时，就是一个下午啊，就要讲解。他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要我参加，我不敢了。老师，我刚刚进佛门，对于经教不懂啊，听说古人讲经说法都要开悟啊，我怎么敢？老师说你跟我去看看，我说现在看看可以啊，我到讲堂坐在最后一排啊，我也坐在当中面对面看着老师。一堂课下来之后，老师告诉我现在是末法时期，没人讲经，佛法要中断了。我们怎么讲法？讲古人注解，错了他负责任，我不负责任，责任推给祖师大德，这个方法妙啊！啊，才把我带进这个讲堂啊！我不敢进这个讲堂，
戴金讲堂，戴金讲堂真的最初学讲经时候就学李老师的，因为古人注解都有深度，我们还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啊，老师怎么讲我们怎么讲，老师没有讲的自己不要讲加东西进去就没有过失，漏掉几句没有关系，这就好好办了。所以这个小班还成就了20多个讲经的啊，那时候佛法在台湾很深，台中莲社有17个部教所分布在台湾各地，这17个部的部教所呢，就是我们这个班里头20多个同学轮流去讲啊，一个星期讲一次，轮流去讲啊，这在台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人演说啊，自己学了学多少就讲多少，没有把握的不要讲，没有搞清楚的不要讲，幸运之名这个可以讲，绝对没有错误，莲池大师承认，偶业大师承认啊，印光老法师跟李老师都承认啊，劝人念佛，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劝人读经，劝人读注解，好啊啊，这个汇集本真真了不起啊，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遍以后就没有再讲第二遍，他讲经这个笔记本就给我了啊，他的注解都注在经本上啊，写得很规矩啊，行楷小楷毛笔写的啊，是善巧方便，要把佛法传下去 啊，所以我们第四次学习学完了之后，第五次我都着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我们如何观想，如何实践啊，真正用在生活，用在处事待人接物，真管用啊，这对我们自己有大利益啊，我们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别人听还得要做给别人看，讲的跟做的不变样子大家才能相信，讲的跟做的不一样，你看看佛法叫我们放下，你们放下了没有？名利没有放下，功高我慢没有放下，批评人没有放下，这不行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如果这个人做的没错，我把他说的说成一文不值啊，让大家都对他丧失信心，这个罪过是在什么地狱，有没有想过啊？所以应足劝人从哪里扎根，从太上感应篇扎根，文昌帝君殷志文扎根，有道理啊，你真正懂得因果，知道真有因果，你就不敢了，你说话就会有分寸了，这个话说了有因果责任啊，你的行为
造作、起心动念都有因果责任。不能不谨慎。端正不屈，正直之意。故端直直这外直身仪之端庄，这是我们举止，包括言论要端庄。内直心意的正直，心要端正，美国的量子力学家提出来，跟佛法讲的同一个道理，因为量子力学肯定了物质现象是跟着念头转的，把物质研究到最后，看到基本的这个物质现象叫微中子，微中子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变成虚空了，那就佛家讲的灵虚尘，物质最小的那么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看出来了，是从念头波浪里头起念头，念头波浪里面产生的幻觉，不是真的这个念头波浪速度多高呢？科学家没有说清楚，就是太快了但是佛经上有，佛经上菩萨诸台经，这经里头有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其实他们两个一问一对，是叫我们听的佛问，凡夫我们心里起个念头，心有所念，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即多少微细念头组成一个明显的念头，有几念，有几相，这个相就是物质现象，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所以念头产生现象就是物质现象。还有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落谢种子。你看佛一个问题，一个一句话问三桩事情，心有所念，几念几相是也，这个也是个问话，是个问号弥勒菩萨回答的，弥勒是法相中的祖师，法相等于我们现在大学心理学系他是心理学系的导师权威所以佛要这个问题要让弥勒菩萨来说明白。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得出的数字是32亿得出来是320亿，这一弹指320亿个念头，太快了，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看电视，
电视屏幕显出这个波，这个电波，一秒钟100次。那弥勒菩萨，我们再推算的时候，一秒钟多少呢？这一弹指，一秒钟，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要我能弹4次，我90岁了。20-30岁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体力壮，弹7次，我认为可能。那要成其，32亿8000年再成其。就变成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波动，就是我们今天你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的，你能抓得到的这些现象，有没有？没有啊。佛在金刚会上讲过，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相信科学再有20-30年，会发现念头生灭的数目字出来啊，他们对于佛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们费了400年，一代一代接一代，才把物质的问题揭穿，宇宙的奥秘3个：物质，第2个念头，心理学，这物理学、心理学啊，第3个自然现象。这宇宙奥秘啊，大乘经上有，佛是说过，用第6意识，就是用我们凡夫思维想象，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3细相，就是像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证次证分啊，能够圆到。圆不到自信，就是他还是凡夫，他不能见性啊，他能够见到这个现象，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象，这就是科学，它有局限性啊。明心见性，那个见性里面的功能是没有局限性啊。慧能大师的报告很详细，第3句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什么？暗法是整个宇宙，一个都不漏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有个概念，我相信古时候讲经说法大家都常用的，佛用的很多，梦幻泡影。梦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梦境？梦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佛用这4个字，重点是在梦，幻泡影是陪衬的啊，那都是不是真实的啊，主要是梦。梦这个东西，你要能把它参透了，智慧要开了啊。梦是妄心变现，这个宇宙是真心变现，真妄不二，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一个是觉的作用，一个是迷的作用，这个不一样
啊，那么换句话说，化身菩萨迷的作用完全明白了，放下了，心里没有迷了，有就有迷就有，没有迷就没有。啊，转迷为悟啊，转迷为觉，觉悟就醒了啊，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希望科学再能够突飞猛进，把第二个问题解决。啊，第三个问题解决，那就是佛所讲的达到了极限了，后面就是明心见性。它毕竟是用的科学工具，不是用的禅定功夫。禅定功夫能见到啊，明心见性里头都见到。你看能大师的五句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自信是清净，不生不灭，能生万法啊，这个能生万法在最后本自具足啊，是自信。他要不是本自具足，怎么会现出来？那么做梦本自具足，我们知道那可以说是无量劫以来落谢在阿赖耶里的种子，善恶通通都有啊，上面到佛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奇奇怪怪东西都有，所以他会现啊，妄心现妄境，真心现我们现前这个环境，本自具足啊，离开心性，无有一法可得啊，离开自信，一切法没有了啊，离开妄心，阿赖也没有。啊，那到哪里去了？阿赖耶没有了，这个人就住十八庄严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阿赖耶都在，啊，都还在，啊，十八庄严土，阿赖耶不在了，转八识成四智。法身菩萨，可是诸位一定要记住啊！你要劝人修佛，劝人念佛往生啊。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阿赖耶他就转成四智，他就转了。这个不是功夫，这是阿赖耶。能转世成智，完全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功德帮助你转的。为什么能帮助你？因为你本来没有阿赖耶，你本来是佛，所以佛能帮得上忙。你本来不是佛，他帮不上忙。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能够帮上忙。他要是真的，佛也帮不上忙。往生极乐世界，一半靠阿弥陀佛，一半靠自己呀、啊。自己不想去不行啊，要真想去啊！啊，这才得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智慧，大家是一样的，一切诸佛如来是平等，同一个境界。同一个长期光净土，
们生多少死，但是就是难信。你看，甚至讲《无量寿经》的，还劝人呢，加别的东西进去，这个靠不住，不可靠。这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这个话不是好话。如果他真的相信了，他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可能就断掉了。所以我们对这桩事情要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诸佛如来所称难信易信，你要真信你就中特奖了。这个机会你掌握到了，你永远超越十法界，超越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虽然没成佛，可是你的智慧、德能、神通跟佛几乎没有两样。那我们相信，你在没有真正成佛之前，你在十宝图，十宝图里面阿弥陀佛决定加持你。连凡圣同居土的往生，下下篇往生的阿弥陀佛都加持，何况十宝图肯定得佛加持。所以他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普度众生，没有障碍。那么这是最后总结，身心俱断。身跟心都断真了，都俱断了。身心皆净，无有碍他。这都是我们的叫照镜子。这八个字好啊。那个讲经的，不管是出家人是在家人，你看看他身心接不接近，他还有没有爱他，细心观察，如果是有他讲的东西，有讲的对的听得点头不错，有讲不对的可以摇头为什么？他在讲台上看到我，我们在这给他打评分呢。看是点头的多还是摇头的多，让他自己好好去反省所以这八个字很管用。盖以其会中道，其是其祸，会是融会其会中道，好，真的受用，那就跟《心经》上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空是一，不是二。色是什么？有形色的宇宙，就是万物。空是能生的自信因为自信他什么都没有，他不能说他是空，因为他能生他就不空，他不生他就是空。他不是物质现象，他也不是精神现象，他也不是自然现象，
他什么都说不上。我们无论说什么都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你才能见到，所以要真空啊。佛法用个不得已的名词，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称宇宙之间一切万法叫妙有啊，妙有非有，真空不空。真空是讲能现，妙有是讲所现，真现所现都不能止住，都不能在这上面起心动念啊。那么由此可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佛不得已要说的。你要在这个在这句话里去体会，你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你不能认为它真有，不能认为它没有，都不可以。起心动念都错了，不管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如来，你就是佛啊。还有起心动念是菩萨啊，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就成佛啊。所以说佛他的本事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的本事，菩萨有起心动念，他不分别不执着啊。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他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把能现所现，能生所生全包括在里头啊，把真相说出来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总说啊。别说就跟你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叫你什么？叫你统统放下，自信里头一发不离啊。佛法有没有呢？佛法没有，一发不离哪来的佛法？佛法是因缘所生的我们要明了啊，用的时候就善巧了，就有方便了啊。所以底下讲的中道啊，盖以其会中道，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照破可证，自然离碍，无有贪染，身心自然洁净啊。不看破你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彻底放下之后就彻底看破，彻底看破才真的彻底放下，这两个互为因果啊。到最后回归中道，两个都不存在，空两个都存在，有两个不存在叫真空，两个都存在叫妙有所以佛又告诉我们，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找空与有不可得。爱有没有？有，没有贪。这个爱是什么？是慈悲啊。
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真心里的变现。一般讲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喜怒哀乐这些东西是妄心里头的，七情五欲烦恼啊，七情里头有啊，贪嗔痴慢爱无欲，那有啊，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就放下了。放下之后，真的爱心起来了，没有条件的。为什么？同体。你看，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大悲是看到苦难众生，要去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我们遇到这个人，那看到五千年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人继承，会断，会灭。如果断灭了，地球上的人类会走向黑暗时代，没有智慧了，那不得了啊！智慧能救人呢，愚痴能害人呢，黑暗就是愚痴啊，害人到地球毁灭，很可怕。啊，威尔斯大学校长问我，你为什么想办安学院？我就告诉他，我看到这问题，所以我很着急，希望在十年之内能培养30到50个能够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才。老师啊，他们要发大慈悲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啊，我让全世界人类这一盏智慧的明灯不可以灭掉。我来干这工作的。我说我不想多，多的找不到。能找到30到50个就行了，他们一生当中不干别的，学会了之后就教国文，教文言文啊。如果每个人能够再教50个人啊，那到底下一代的时候就有200-300人，传统文化会复兴，不会消失啊、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全心全力护持。啊，我用我的影响力的时候来创造机会，能让这些人安心好好的读十年书。啊，十方同修对我的供养我很感激，过去我都拿把他印经啊，买四股全书，买四股会要啊，流通法宝，学印光法师，我干了这些事情啊。现在正式汉学院成立了，我要把这些钱帮助汉学院，我让这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他的生活没有忧虑，十年我供养你。
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也得要活100年，100岁。啊，你们供养我的，我给你们做好事啊，头等好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拯救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这是人类的瑰宝啊，帮助全世界全人类不至于走向黑暗啊，让这些老师把古圣先贤这些典籍啊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我们个个都能得受用啊。授课的方法，前一半我预计的是6-7年啊，照学校的规矩来做啊，后面的3年你们都拿到博士学位，汉学博士学位，全世界都承认。希望你们做一桩事情，替群书之要做续篇。群书之要，唐太宗下令编的，啊，从三皇五帝到他前面一代，晋代，啊，晋朝，后面隋、唐、元、啊宋。元、明清还有6代啊，后面这个6代这个书就没包括在里，还有很多好东西，希望我们这批老师要抽一点时间，从四库全书里面把这个后面这6朝代的好东西依照前面的体例把它补出来，编一套续篇，分量跟前面一样大，50卷，50万字。将来完整正序2篇，就是100卷，100万字。只要读了这一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都读了。这个功德不亚于唐太宗。正篇唐太宗一个人做的，续篇是每一个赞助汉学院啊，不赞助多，赞助1块钱，你的功德就5两5倍。啊，这我把我这信息，告诉大家，因为汉学院正式成立了。现在积极筹备招生，希望明年能上课。啊，这里头有4个学系：汉文学系、文字学、汉文学系，有儒学系、佛学系、道学系。中国传统文化少不了儒释道3家，我们是3个学系啊，挑出3家最重要的经典，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们希望大家真正发心，用戒定慧的方法达到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能做到的方法我们都懂，道理也明了，谁不怀疑啊？慧能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可恶了。海贤老和尚表法表得好啊，也是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可恶，他真开悟了啊，无师自通啊！啊，希望这50个人当中能够出10个圣人，不得了啊！
十个圣人，四十个贤人，还得了啊？他们会造成千年盛世，是全地球的，全地球千年盛世，可以造得出来，不是假的，真的。啊，所以我们真是每天都欢欢喜喜，无量欢喜。那么这就是必须要立自私自利的这种爱，这个爱就无有贪染，身心自然洁净。啊，这都是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汉学院的老师同学个个都是圣贤。啊，下面还有一段，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倾斜，随经约令，不敢错贴，若于什么先为盗墓。念老啊，这一段有注解。从志愿安定这个地方看起，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倾斜，念老注解。安，这个里头有很多意思啊，居是居住，这个字里头居住有静的意思，有定的意思，有止的意思，有宁的意思，有乐的意思，有善的意思，还有无所求为，这么多的意思在里头啊。定决定，坚定，无有动摇变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清楚，如果认识认知上有问题就难了。念老真的说得好啊，坚决坚定，无有动摇，永远不变。彼土慎重，说法誓愿，自然坚定，无有或增或减或过互缺之事。新鲜难呐，会变呐。啊，跟我十几二十年，变心的人很多。
上台讲的不错，我听了都鼓掌佩服。啊，可是怎么样？到外面讲经教学，遇到缘了。这个缘很可怕，财色名利，遇到之后慢慢就感染了，就迷惑了。啊，快的一两年就变了。啊，慢的有十几年二十年变的。很可怕。啊，这是现在民主自由。谁也不能有所谓。变就让它变去吧。我们自己是很难过。看到这个人很好的人才被诱惑了。啊，痛心呐。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就像经上所说的，纵使身执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两句话，我们汉学院的同学要拿来当作座右铭。我们不能退啊，我们一退，五千年传统文化怎么办？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再学了，没有人再传了，就灭了。为什么？圣贤智慧想学没人教了，现在还能找到几个老师？十个都找不到，你说多难啊！所以我们的愿心不能退，一定要鼓励自己，再苦也要学下去啊！纵然我们的老师不在了，我们也不能退心啊！为什么？有无师自通的，我们试试看。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把《无量寿经》念个三千遍，看看怎么样？那果然自己通了，就能解决了。好啊，这是真学问呢、啊。这真正开悟啊！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古圣先贤的话啊，志愿安定，无增缺减啊，也不会再加一点添一点，我学一样就是一样，学到底，圣贤成为世界权威啊。第二样，第三，让个别人学去啊，不一定要我门门都通，门门通到最后一窍都不通，那就错了。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专长，每个人都第一，没有第二。啊，同学当中，你是四书第一，啊，他是老庄第一，啊，那个是无量寿经第一，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啊，唐太宗编这个群书之要，里面内容是从65种典籍里头选拔的。我们如果每个同学学一种，就65个第一。啊，先从群书之要下手，然后再从选里头选课，哪一种是我想学的，我就专攻。啊，专攻要十年。啊，我们为一切众生，为诸佛菩萨，由诸佛菩萨照顾，
有诸佛菩萨加持啊，只要自己方向正确，永远不退转，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这是志愿安定无增缺减的范例。还剩下五分钟啊，我向诸位报告几项事情啊，在这段时期当中，因为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这个会议啊，我是每年去参加一次啊，不单单是为我们汉学来做报告，同时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会见很多不同的宗教啊，都是一年在这个地方聚会一次啊，所以我一定要参加啊。那么本来参加完了一个星期吧就能够回来，去年参加之后访问英国，遇到无比殊胜的缘分啊，今年才一年汉学院就挂牌，我感觉这速度很快啊，很难得了啊，既然真干有很多事情学需要我参加啊，办学的理念、办学的方法啊都要思量，还有学生，我们要哪些学生，合格的学生啊，学校希望除了我们五十个等于保送的，这是有全额奖学金的啊，希望也对外招生，学习的人越多越好，我们也赞成啊，招生要求学生具备哪些条件啊，这个不能不考虑的啊，还有校舍开学了上课的学校啊，有一部分整修，有一部分可能还要多增盖一些房子啊，都在积极做筹备工作啊，我们保送的现在大概只有十个人，我们也在培训他，训练他们学习说文解字、声韵学啊，学这些东西啊，也最重要的还是伦理道德啊，我们一定要求同学老师，我们把所学的要做出榜样出来给大家看，大家才会相信，如果没有榜样，半信半疑，效果就很差啊，一定要有很好的榜样。往年我们在中国汤池镇所做的效果啊，不能比那个水平低，只能比那个水平高啊，我们才会成功啊，这都是我们常常放在心上啊，在筹备这些事情啊，课程由群书之要做一个底子，做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怎么样把它延伸，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圆满
啊，这是我们后人啊继续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在外面的时间多，应酬也多啊，这一部经常常中断，这是很对不起同学的地方啊。我天天都想着在电视网络上收看的同学们啊，都想着大家，不希望缺口，是尽可能的我抽出时间啊，维持至少一天两个小时啊。所以今天把这些最近的状况给大家做个报告啊，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原谅啊，非常感谢。